身体最重要，大家不要受伤啊，好不好？然后什么时候再给我买烤鸭吃？你想吃今晚就可以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好的，那就这样定了啊。那我首先把陈飞叫出来找那个什么宝物嘛，对，找宝物来。文峰队拿出来哦。在哪儿呢？他有一个。哎，好像在这儿。是的。我找到了。有一个。哇，我有找到了。还有一个。有一个。哦，在这里。欢迎欢迎。我踢到别人就是什么座？个子好高啊。我抓了三公斤。我已经踢到那个。我得把我的腰伸直了。我那有一个定下来啊。今天这里是北京嘛？对，啊，这次一直跟着他们卢安阳一样过，去了国外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提问的这个机会交给鹿晗。怎么来着？怎么来着？怎么问来着？就忘了。你叫什么名？哦，对。那个没事。对你最在 X 里面最喜欢 M 还是 K？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Let's go！
你不再强求，就让着我对我说你为我掌控。